哎，我先访问他。你说你几月开始报名？从三月。三月开始报名。对。然后，因为他们家是做生意的。对。报名完法会。对。你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？是有慢慢变好，就是他会比较稳定的成长。对。一开始我们的生意其实是有落差很大。哼。这种报就慢慢的稳定。哦，很棒哎，所以持续报名法会真的很重要。旋转呢、欸？好，我要去就可乐。那现在先清打扫一下。刚正兴好像在交代小朋友一样。你说交代谁？交代我们的虎爷吗？你知道他讲什么吗？你知道他在讲什么？我跟他说，去人家家里要乖，人家看起来是好人家。好，帮人家自首店面啊，不要偷吃太多鸡排，我胖了。因为像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请回去之后，就会说，哦，你梦到你的也跟我说，啊，我就是你们，罗大虎爷会会长。他喜欢摸背，他蛮喜欢摸背，都可以。你可以四根手指啦，四根吗？可以啊，你要五根那就五根啊，他刚一根啊。照顾他，拜拜。